还有卖菜。对你选嘛，该买什么水果呢？对，你看一下。应该我选择买这个，因为我奶奶她牙齿不好。哦。嗯。没有牙了是吧？嗯。没有牙，就这样。一般的摩托多少啊？啊？一百五十。啊，15万。就是45，这一盒要45块人民币。我以为100多万，吓我一跳，是啊，15万嘛，相当于45人民币，但是这个应该是进口的，对。这个给奶包尿。给奶，给奶了，白酱。这个30万，100块人民币，这个。对，他说这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比较贵。然后这个好像是阳光玫瑰葡萄，这个是阳光玫瑰葡萄，这也是应该是中国进口的，这个是中国的。嗯，阳光玫瑰葡萄，它这个是中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然后这个铁子。你看嘛，反正我也不知道。你看他喜欢吃什么吗？因为我看了一遍，这种确实很多好水果，但是对，这个是进口的，一看这个光泽应该不是普通的水果，看到了。对对对。那我奶奶，我想上次我在老家买过这个，买过这个东西就是水分是比较多，反正跟那个差不多，就是水分。对，这个水分多，反正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但是水分比较多。上次不是在老家我买了一次，在一个超市里又买过。那你帮我想一下该买哪一种好吗？这种还是这种？你看嘛，我也不知道呀，你随便买嘛。给奶奶们要怎么干？对呀，方便你们干。方便你们干。这么管了，不浪费。对，他说这个是5块钱一斤。3万一斤。对，5块钱一十斤。ngọt không ngọt ngọt nước hơn chứ đảm bảo nha đảm bảo luôn nào kiểu con này nay mày cho ba phải như vậy đúng rồi nếu mà cho ba ăn đúng không thế thì lấy bạn này đi cái cái này bao nhiêu cái đấy là 400 bằng trăm cái này là 120 nhân dân tệ cái này要不你买个礼包还是咋个？像这个礼包好看，它阳光玫瑰，不知道他吃过这个东西没有？他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这个哇，这个也挺重。对，很重很重。这个是这个里面就是也有梨有啥的，相当于120人民币一个。我觉得买这个吧，因为我奶奶。那个太小了吧，太小了，不好意思。那个是，要两盒呀。啊。然后买了这一盒，相当于四十五。不，就是那边那些礼包什么的，不是也里面啥都有吗？真的很重啊。是，这个有，这个好像我骑一下我都知道多重了。走了两张就。
锁子。因为三妹的奶奶生病了，所以说要买点东西过去看看望一下，她也很久没去了。这个估计应该有七八斤这样子，七八斤。你要不就把那个拿上也行，你看嘛，那个是40万，四十万。关键是你给他吃，他可能也不知道那阳光玫瑰是干啥的，老太太肯定没吃过。那应该有，不过没吃过。老太太没吃过。我说实在，这个葡萄我就吃了一次呀，这个东西比较。这种葡萄应该大家都认识哈，这个是比较就是一种。我在考虑，就是如果我买这一箱40万，我再买其他东西能买更多。那就光买这一个也行嘛。光买这个。啊啊！你看嘛，你反正你奶奶年龄大了，你看实用的嘛，实用她的就行了嘛。因为她这个又不是年轻人，这她吃的。吃得了牙齿什么够吃吗？就是，所以三妹也纠结着吧，因为她也觉得哈，就是买的太贵了，她怕她奶奶也吃不了，是吧？嗯，是我奶奶吃不了硬的东西。第一次我奶奶吃不了硬的。实在不行，你就给她买点鸡蛋，一下给她买那个鸡蛋，给她打包好的鸡蛋买一些，因为这个老人她又怕她吃不了，是不是？我也不是。对对对。好东西，但是我考虑到我奶奶牙齿，牙齿哈，没有多少个牙齿。对对对，那你就不行了，买鸡蛋给他买个几十个，拿去打包那个鸡蛋。鸡蛋因为老人应该都能吃的，是吧？嗯，这个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吃。哦哦，会选择买这个。可以啊，那你鸡蛋给他买点鸡蛋是吧？因为老人又不是年轻人，知道吧？对，要干就快点，不要在那边死缠烂打了，知道吧？买东西三下五除二，知道吧？当然，这个老板是很想卖给他，就你弄，你就不行了。三妹买东西也是，像那个什么营养的那葱的那些买点也可以，就是什么营养麦片什么那些东西就可以，有老人嘛，老人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有营养的，这个可以吗？这个是面包呀。那要不你帮我选，因为我觉得你比较会选。那个是面包，你就买鸡蛋就行了，生鸡蛋给他买点。他是他家里养鸡了没有？养了。哦，那他鸡蛋有是吧？那我实在也不太会选。水果关键是怕他咬不动哈。对，我其实就是考虑到我奶奶，没有牙齿，所以我一。像这个雪饼这些东西。这些是年货什么的会比较流行哈，雪饼。要不你找个超市，到时候去买那个礼包嘛，就是那个营养麦片之类的，因为这个都是饼干呀、啊。哦。全部是饼干呀、啊。好吧。这边有没有大超市？这个也是面包啊，也是那种面包啊。
没有是吧？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像麦片之类的那种，给它拿去。那这边的话，可选择的东西是比较有限哈、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弄啥。像那个营养麦片什么的那些又没有，不然的话给他买一个。你是觉得这边超市还大一点是吧？那去那个超市里去看嘛，好不好？这些都不适合，老太太硬邦邦吃不了。好，由于老人嘛，他牙齿没有，所以我们到那个大一点的超市去看一下有没有营养麦片。要不等下给他买一箱牛奶也行，看一下，去那个可供选择的那种地方。对，现在这个也是进口的，这个叫这个好像不知道叫橙子叫啥，反正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好，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哈，走。对面这个店都比较小一点了吧？上面，这个店都比较小了哈。主要是看有没有那种营养的那种啥东西，营养麦片呀，什么牛奶呀，就是那些牛奶。等一下看一下，给他买那种牛奶应该是可以喝的吧？骑得动吗？可以。啊，可以啊。这边就是卖啥的都有。看一下，就是现在又来了一家哦，这个牛奶是吧？嗯牛奶的话是，这个是豆奶，我觉得我奶奶他们应该会喜欢喝，因为哦，我们也会喝这种。但是牛奶的话，比如像这种牛奶的话，怕他们不习惯它的味道。哦，这样子的是吧？所以我选择买这个。选择，那你就买这个吧。嗯对。然后像这种瓶子能买吗？这个可以，你看一下，对，差不多了。对对对，其他的就可以了。哦，哇，这什么好重啊？这个是红糖。哦。红糖怎么圆咕咕的？对呀、啊，红糖就是圆的呀。哦。这个红糖我奶奶他们喜欢吃，但是这个我看不是正宗的。哦，那行，那你就这个。这个奶的话多整点，是吧？够了、因为我奶奶一个人，我爷爷他们也会很少。哦，好的。然后三妹给他，奶奶买了一个面包，然后就是这个牛奶，他说就这么多就可以了，因为他奶奶就一个人，他怕吃不完。7万，相当于21。然后七万21，再加上这个是45，就是65块人民币，类似于65。来，差不多了。对，六。这个这些全部合起来就，65就相当于23万，相当于23万，22万，是不是三妹？根本算错吧？我这一个越南那个啥，现在讲钱的那个都会了吧？好，那没事，咱们先去看一下，如果他再想吃，咱们再弄，好吧？好的。